秦和汉的区别。大家好，我是冰蛋，今天先给大家来讲一个故事。秦代末期，因为秦代的残暴政权引起人民的反对，全国各地都爆发了不同程度的暴乱。此时站出来一个人，而这个人就是汉高祖刘邦。刘邦昭告天下，我不是我妈生的，我是天生骄子，是土龙生下来就是为了讲解兵马俑而来的，为了灭秦而来的。秦上黑，我上红，秦属水，我属土，以五行相克之说说服百姓投靠自己。所以说秦和汉的礼制是相反的，我们崇尚于汉礼制，所以逢年过节去拜见长辈时是左手在上，而秦正好相反，是右手在上。秦和汉是有相反的区别，我们比较崇尚于汉代的礼制，所以作揖时一般是左手在上，但秦正好相反，是右手在上，他们是有一定区别所在。但汉虽然推翻了秦代的政权，却被史记记载汉承秦制和汉承秦业，并依秦法治国。不得不说汉高祖刘邦这个人真的是很牛批 plus。 好了，这一期就讲这些。上一期有人留言说是兵马俑坑道里面有女兵吗，下一期咱骗一骗。